现在到了紧邻中野站的中野商店街，这边的有顶商店街 Sun Mall 卖很多日常用品以及连锁餐厅哦。商店街里面也贩卖了很多有趣的小物。中野商店街有各种不同的居酒屋，大家可以选择看看哪一家好吃哦。Sun Mall 走到底就可以到知名的 Nakano Broadway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？我们现在要去 B1， 来看看这边有卖什么吃的东西吧。Go！ 我身后这家店有卖肉包跟烧麦哦。这边是中野超有名的超长冰淇淋，这边有卖很多跟动漫相关的产品，有时候可以买到难得一见的二手货哦。有机会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离新宿只要车程5分钟的中野商店街。我是包博，主人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